大家好，你好，同学们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发音 Clinic， 我叫金玲。好的，我们开始上课。今天要讲的内容呢是声母。我们下面依次的来看一下。首先呢，听老师的发音。b b b p p p m m m f f f。 好的，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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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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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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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f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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很好，那 b 和 p 啊有什么区别呢？看一下。 b b p p。 好。 d d d t t t n n n l l l。 好。一起来读一下。的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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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那的和的啊有什么区别呢？啊，看一下。的的的的。好，我们歌歌歌科科科喝喝喝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歌歌歌歌科科科科喝喝喝喝。好。那鸡鸡鸡七七七西西西。好。鸡鸡鸡鸡鸡鸡七七七七七七西西西西西。西。很好，这一组比较难，认真听。知知知吃吃吃诗诗诗日日日。我们一起读一下。知知知知知知吃吃吃吃吃吃诗诗诗诗诗诗日日日日日。很好。滋滋滋呲呲呲呲呲呲。好的。滋滋滋滋滋滋呲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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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先听。一一一呜呜呜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一一一一
一下。好，那先听老师。b p m f d t n l g k h j q x z c s r z c s i u。好的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b p m f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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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 t n 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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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 k 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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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 q x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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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z c s 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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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z c 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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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u i u i u i u。 很好，那我们把这首声母呢我们来用一首歌曲来唱出来。首先呢，同学们听老师，先听老师唱。 b p m f d t n l g k h 鸭我们加一个鸭，j q x z c s r z c s 我们再加一个鸭，还有大一和大五，还有大一和大五，还有大一和大五，好，那同学们再听老师唱一遍。b p m f d t n l g k h 鸭 j q x z c s r z c s 呀，还有大一和大五。好，那这一遍呢，同学们和老师一起来唱一下。b p m f b p m f d t n l d t n l g k h 呀g k h 呀 j q x j q xz c s r z c s r z c s 呀 z c s 呀，还有大一和大五，还有大一和大五。很好，那我们再快速的一起来唱一下。好，开始。b p m f d t n l g k h 呀 j q x z c s r z c s 呀，还有大一和大五。好，那我们再快速来唱一下，开始。b p m f d t n l g k h 呀 j q x z c s r z c s 呀，还有大一和大五。非常好。好的，同学们，那这节课呢我们就上到这里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再见。